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新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新历的108年11月18日，旧历的10月22日，礼拜一。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11月18日是第10届立法委员选举典礼头一天，国民党加民进党的参选人共同前往选举委员会完成登记参选，展现大团结的气势。台北镇中西路2段107巷的路口交通意外不断，经过电讯亭前，总算顺利慢掉这支电火桥啊，准备架设交通号志。中华县政府公开表扬县内34间幸福企业。借机会鼓励在地企业，互劳动环境变好，少年人才会回来故乡打拼。新闻头起先后来关心，2020年立委选举开始登记，国民党提名40位参选人，展现团结气势。伫咧县长王惠美、县议会议长谢振林等人的陪同之下，完成登记。郭定峰、张汉天、谢依芳，也阁有萧景灿等4名参选人，头戴着冠军帽，身穿棒球衫，五万拍出全垒打，40拢着。国民党提名的4位立委参选人，伫县长王惠美、甲议长谢振林等人的陪同，做伙来到彰化县选委会。穿棒球衫、戴冠军帽，王惠美是送棒球棍啊，和柯承芳、张汉天、谢依芳以及萧景典，嘛希望这40个立委会当全部过关，全部当选。国民党在彰化市的选区提名立委参选人，在每一个领域都有受肯定的所在，每一个都是强手，希望大家会当挺因进入国会，和国会过半。过去四年来，大家拢真失望。这回要翻转立法院，让国民党立委过半，赢得总统大选，退回执政权。大专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再来一个民进党的部分，由这个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亲自带领40立委参选人来到彰化县选委会登记，现场再来画出总统连任立委专条的口号，展现2020年台湾要赢胜选的企图心。甲国民党同款采取联合登记的方式，民进党提名的立委参选人陈秀宝、黄秀峰、洪宗义、甲陈素月等人，嘛伫民进党中央秘书长罗文嘉的陪同做伙来登记。民进党展现大团结气势，秘书长罗文嘉嘛一一来推荐彰化市的选区的提名参选人。来跟大家推荐，民进党很负责任的，我们4位在彰化推选的候选人，包含陈秀宝、黄秀芳以及洪宗义，还有我们陈素月，4位都是善良、优质、专业的政治工作者，这是民进党对彰化乡亲的负责任表现。
民进党提名了四位优秀、正直、善良的政治工作者。除了拜托民众支持民进党提名候选人以外，罗文佳也来批评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是贪污判刑确定。各位来看国民党提名的四位候选人，再来比较今天民进党提名的四位优质、善良、专业的候选人。我想，国民党不仅在立彰化县提名这样恶质、这样坏的候选人，连不分区名单，各位也看到。罗文佳强调，恳请彰化乡亲冷静思考每一位立委参选人的特质，支持民进党提名的立委参选人，放心把国家安全和幸福交予因。大众新闻中心彰化采访报道。合肥镇中心路二段107巷的路口，这几年来车祸意外频传，当地民众要求在路口要踩这个青红灯，保障用路安全。经过几个冬的定情协调，台电公司总算是顺利来把电火条啊拆掉。河北镇中心路二段107巷口，这几年交通意外真多，当地民众要求在路口设置青红灯。经过多年来定情，在国际民意代表积极协调以后，台电公司终于会当顺利进行拔电火条的工作。李伟科陈房嘛特别到现场关心施工进度。七月初三吼，就来邀请咱台电吼，啊，由我服务处的副主任啊来，甲咱的里长吼，啊陪同咱在地真侪乡亲来做会勘来研究吼。啊，台电吼这边嘛吼，啊速度真紧吼，伫七月啊十六号吼，就来恢复吼，讲吼这会使吼赶紧来做这个刷啊迁移的动作吼，啊来做这个施作吼，啊七月二十二吼啊恢复工特别做啊吼，但是吼啊这段时间来讲吼，因来这做这个规划吼，啊因为这主号吼啊有一两号吼啊对着这个电线条这部分吼要刷以后有一挂意见吼，所以台电这。啊，马来苏啊吼，来做了这个啊变更的这个设计啦吼，哦啊，会当做一届来啊，把这个电力条刷了，啊来啊做这个交通耗资的部分吼，啊因为这个线吼非常的多吼，有这个高压，有这个光纤电缆，有第四代吼，啊所以这工程吼啊出动着六台工程车吼，啊工程较复杂，所以时间吼啊有拖较久啊吼，啊会使讲吼啊台电嘛真积极吼，即摆咧。啊，赶紧来赶工！啊，这个感谢咱立委呢、柯立伟呢，和咱争取这个啊，督促这个电力公司，即摆呢，感觉这个工程和我意料之外，非常非常的大，那所以呢，难怪讲伊会拖这久，吼啊，我也真感谢立委。甲咱到三工，因为电火条顶线路真多，包括第四台、电信公司、警察局等等。台电公司要求上班伫拜三进前，都要完成前线，拜四都要进行拔电火条的工作。申请哦，他要做那个信号灯的工程，然后我们要把这一支中寮九号的电杆全部迁移掉啊。然后目前工作是今天的工作进度是要把高压线移到前面去啊，然后还要配合第四台。警察局的监视器啊，还有反正就是配合第四台签完的话，我们电线杆拔完，然后再做信号灯这样。李伟科陈房表示，真感谢台电公司协助，在多处协调以后，顺利来进行拔电火条的作业。后续会来设置交通耗资的设施，保障当地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大专新闻叶宏武、何美采访报道。福兴东区胡伦社举办第二届爱心义卖活动，准备要来募集500,000，帮助弱势学子完成学业。就业服务即时通，让您就业好轻松。已经两年多，到即马尸体找无。咱若每一届来到遮，咱就是真感慨，讲今仔若有这个桥，我家庭哪会变安尼？一个某哪会安尼？阮进前，阮有叫过来议员来，叫民意代表来，但是因无经费，
我所看的是伊来甲接受的是，当我有困难，当阮只百姓有困难的时阵，伊来甲做这个桥，好咧加载，安尼有拄到一个真好的机缘。我是张汉天。玩命追捕，飙速狂徒，你们似乎就是一切的预兆。飙风特警队，没错，我骗家人我是银行行员。环抱梦想，狂飙全曼谷，奇迹男孩，装死打怪快乐跑。你在疯了吗，老哥？我们不是一样诞生这里？厮杀军营，赤壁吴康仁突破形象，充满色香味的爱情禁区，非分熟女。这个十一月，锁定新锐 HD 电影台。想要业绩长虹，想要盈利翻倍，开拓新频道广告脱播，专业的影像制作团队提供最多元的曝光平台，让您财源滚滚发发发。直播专线04-711-9440，711-9440。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二嘛，是旧历的十月二十三。根据同岁记载，明仔在位公伫北方，何时是早起的九点到十一点？另外有啥物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中华县政府为着鼓励县内企业营造安全、幸福、友善佮优质的劳动环境，特别举办幸福企业精选活动。十八号早起时公开表扬获选的34间幸福企业佮幸福推手奖，希望哦，让更加侪企业会当以此为标杆，透过良性循环，让中华县所有的企业拢会当听受劳工。鼓励中华在地企业营造安全、幸福、友善佮优质的劳动环境。县府劳工处举办幸福企业精选，最后有34间来得到这项任务。得到肯定的企业嘛来分享成果，更加要鼓励，予更加侪企业来加入。让我们年轻人能够结婚、生小孩、买房子、上班，带着像小朋友一样要去远足的心情去上班，我想这才是幸福的一个展现的。那我想拳头工业一向是在这方面跟所有的企业都学习了蛮多。简单一句话，如果我们说到做到，幸福一定到。这回幸福企业精选颁奖典礼，县府嘛特别邀请咱中华鹿港出身的企业家徐正营来举办就业论坛。徐正营指出，企业要甲员工做伙为社会创造价值，好企业好，员工更加好。当然要保持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员工，他利益平衡，也就是让企业本身好，但是员工更好的这样一个机制。所以一个领导人如何以王道的思维来为整个企业创造，让它成功，尤其让所有的员工幸福，是最重要的一个目标。主办单位强调，希望透过活动促使县内企业积极创造友善的劳动环境，吸引少年人回来故乡，稳定在地就业，让中华企业会当永续经营。大中央新闻中视梁中华采访报道。福兴东区胡伦社在鹿港工会堂广场举办胡伦心关怀情第二届爱心义卖活动，吸引上百位的民众参与做爱心，现场充满着温馨的气氛。爱心义卖现场会当看到各式各样的商品，上界热门的就是这打现钱胖公公的正鸡腿。再给100块吗？谢谢你爱心哦。
刚起锅的小心烫啊，谢谢你们的爱心哦，谢谢。这些都是这次福兴东区胡伦社各社友公司的产品，而且介绍都是市价拍卖对折，伊要现场去不少民众前往参与，大家共享盛举，做回来帮助社会弱势学生。福兴东区胡伦社在鹿港的公会堂这边举行了我们的第二届的爱心义卖活动。那今天呢，我们今天总共我们设有自己的公司的品牌，然后有总共有8个摊位，然后呢今天呢全部的所得包含成本都全部要捐助给鹿港地区的偏乡的学子来做我们的公益活动，今天预计要募集大概500,000的经费。国际胡伦3462区总干吴进林也希望这次选举会当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当然也要来肯定这场少年胡伦社友的爱心。全程困哦，那很非常热闹哦。我们希望借助这样的活动，让我们福兴东区对这个社区、对鹿港地区、对福兴这个乡的这个地区的服务能更大的扩展之际，我们感谢创社的社长侯社长，那我们也感谢我们的许淑玲先的社长带领的前社全部投入这样的一个活动，这也是我们福仁社发扬由服务扩展到社区、扩展到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感谢这些年轻人对这样的义气。福兴东区胡伦社感谢社友全家大小参与帮忙，合力送暖，团送幸福。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陆港采访报道。合肥高中举行家长会长交接典礼，校长齐进强感谢新任的会长刘建川三年来的付出甲贡献，嘛希望哦新任的会长陈金典率领家长会替合肥高中带来新活力、新气象。合肥高中举办新社人家庭会长交接典礼，由校长徐进强担任监教人，新任会长陈金典对社人会长刘建川的手来接下印信。今天我感谢我们卸任的刘建川刘会长，在合美高中这三年来无私的奉献，对学校非常帮助非常的大，也是我们合美高中进步背后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力量。接下来棒子要交给我们新任的会长陈金田会长，他也秉持着过去我们刘建春刘会长的一个精神，会继续为我们和美高中来支持与加油。他也曾经跟我们师长们学生们鼓励而后有需要家长会的地方，他还是会持续的支持关心与帮助。合肥高中是合肥地区唯一一间完全中学，这几年无论伫高中本段或者是大学本段，成绩拢真好。家长会甲校友会健全的制度，佫较是学校办学的最佳后盾。带领合美高中家长会的期许，就是能够在刘副老会长所建立的一个家长会对于学校办学的一个协助之下，能够继续的往前迈进。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希望能够在家长会的立场上跟职责上能够给予学校最大的一个后盾，让学校能够在学业、体育及其他各方面文艺或者是武学能够给予最大的支持。当合高三年我真的是学习很多学习到很多人生的经验我们也是家长会会长最注重的是我们学校学生的安全、学生的学习环境，所以我们家长会就是在帮助学校，如果没有经费我们就全力的支援。我们也希望新的会长能够全力的支援学校，让学校更好。陈金典会长表示，接下合肥高中家长会长的重大责任以后，感觉甲学校已经是一体。如何做好家长甲学校之间重要的沟通桥梁，是伊未来的工作重点。大专新闻叶宏武合肥采访报道。鹿港幸福小姐因一年比一年努力，今年除了十秒就爆满，阁有碗盘组和乡亲接完，会当早顿厝内做纪念。广告脱播最好。
好的选择就是凯擘新频道，因为我们收视户最多，价钱最公道，宣传最有效，让您业绩抢抢棍，公司发大财。广告直播专线7119440。电影就看大荧幕，立即按下遥控器的指定按键，进入机上盒 My Video， 上万部电影、戏剧、动漫都在 My Video。零元强片看到宝，只要一键，让你家变成电影院。开破新频道 A1 无线盒，颠覆您对电视的想象，看电视也能下载 APP， 一机多用，通通搞定。电视轻松看 YouTube， 支援 4K 高画质，手机追剧 My Video， 电视玩 Google 游戏 App， 大荧幕超过瘾。试试蓝牙声控遥控器，用功的买通 A1 智慧科技，娱乐享受超过瘾。想先申办，请洽客服，全省买购正旦与经销门市。在幼林园举办亲子闯关活动，设计12道的关卡，和家长陪着囡仔做伙挑战，做出训练小朋友的肌肉、活动能力，以及增进家庭的亲子感情。双山乡的幼儿园举办亲子闯关运动会，总共设计12道关卡，和家长陪囡仔做伙佚佗。活动正式开始进行，所有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对老师做伙跳大会操热心。非常感谢那个国中校长、许校长啊，啊，把这么好的场地借给我们幼儿园。那么我们幼儿园所有的工作工人哦，也都非常的辛苦，还很用心的规划，那么把这个活动能够规划的到最好。那么就由办这个亲子闯关活动，来增进家长与小朋友之间的亲子互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非常的有意义。针对的是小朋友的大戏斗活动，因为我们每天在幼儿园活动的内容里面，小朋友都必须要有30分钟以上的大戏斗活动。那我们这次针对关卡有12关，让孩子只要闯完10关就可以领取我们的精美礼物。至少要提3秒。亲子闯关运动会主要是希望透过这12道的关卡，训练囡仔大肌肉的活动发展。另外嘛，希望借这届活动提升亲子活动的机会，增进家庭的情感交流。大专新闻叶宏武线西采访报道。今年一度的鹿港幸福小食宴，三天办卖450桌，主菜哦，共有即个鹅蛋、鹅仔煎、鸭肉米糕、牛鱼肉羹等等，拢总20项，拢是鹿港在地美食。特别的是哦，民众食完了后，可以当甲碗盘扎当厝内做纪念。蚵仔煎伫咧煎盘内面，煎甲金恰恰，真好食块。边啊只鼎流鱼粿，也阁有即个煎蚵仔，即个拢是鹿港真出名的小食美食。黑膏，感觉还蛮 Q 的，还有那个火鱼子，感觉蛮香暖的。参加鹿港小吃宴，有吃到乌鱼子哦，还有那个黑膏哦，还有牛尾酒哦。很好吃哦，连90几岁大家都有办法吃，很好。鹿港电工所举办的幸福小食宴分3场，一届办卖150桌，三天总共有450桌。工作人员真无闲，塞着推车上菜，菜一上桌，大家手来品尝。我今年第3年了，吃起来还不错啊，不错，真的很好吃啊。小食宴总共有20桌的在地小食，鹿港镇长柯志宏嘛希望透过活动，将鹿港的小食推销到全台湾。鹿港的小吃会当去对多些文化，啊，尤其按咱这安尼小吃内底，是安那讲有代表咱鹿港人的精神呢？尤其咱的虾饺，因为虾饺会当讲是咱鹿港的这个生态的这个特色，会当把这个生态来做这个虾饺，因为。
古早人讲，一杯下高配三碗梅，这个是代表咱独工人刻苦耐劳精神。所以吼、哦，咱请这来。咱民主厨吼，安格做做料理，阿姨吼呈现在咱桌顶，菜色真澎湃，乡亲食甲真欢喜。即届上届特殊诶，就是食完诶碗盘会当炸当厝内做纪念。现场阁有甲团表演、舞台活动、热闹滚滚。透过举办活动，希望吸引游客，带动鹿港观光。大中华新闻林桂鹿港采访报道。来关心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共有138公吨，平均的价格是每公斤15.9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当季上价19，中价12.9元，下价7元；高丽菜上价16.2元，中价11.7元，下价7.3元；菠菜上价13.3元，中价9.5元，下价6.6元；油菜上价27元，中价19.6元，下价12.5元。花菜上价25，中价18.3元，下价16.3元；鸡蛋上价37，中价25元，下价17.5元；包心白上价10.6元，中价8.6元，下价5.7元；葱头上价25，中价20元，下价15元。菜头上价13.3元，中价10.4元，下价7.5元。蚵仔上价50，中价43，下价30.3元。白菜上价20，中价16.3元，下价10元。苦瓜上价62.2元，中价54.3元，下价33.4元。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北部地区气温来到16度，中部地区气温嘛只剩18度至20度。早晚温差大，来关心各地区的天气状况。以上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开这家咖啡厅是我们全家的梦想，这是我的生财工具，万一有个闪失，我实在不敢想象。自从装了新频道 Home Security 店家防护系统后，24小时的全程监护让我很安心，即使我不在店里，透过手机店面状况一样掌握得清清楚楚，实在太方便了。凯波新频道 Home Security 店家防护一通电话安装到好，快拨0809-009-658。HD 高画质电影，强档巨献，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You got it. This is the last one. Channel 235 HBO HD 让您的家庭电影院更完整。Are you getting that? No.
再转台，立即体验高画质频道。哟，要不要一起去啊？好啊，去美国看大联盟秀一下。到韩国跟欧尼欧爸玩也很去啊。美国、韩国这么远怎么去？不用花大钱，每月只要148一起秀一下。HD 148高画质套餐，运动赛事、热门电影秀，各国综艺、旅游频道，在家就很去。凯波大宽屏 HD 148高画质套餐 ，AB 三任选，每月只要148，就是那么去。快拨0809009658，凯波大宽屏。还有好礼神你选，太帅啦！